这里的话，哎，那就出他这个术语板。对，他不敢打到，不着急啊，对，不着急，拖就完了。是这样啊，这种拖鞋，哎呦，这种拖鞋，哎呦，这五刀可以，再一刀漂亮，再射，这一局不一定了 ，nice， 这一局不一定了，全员受伤，调军不过这。但前面没有图图斯，那后面图图斯也可以嘛。把这边速度的兴趣给做出来，这个误认你要吃了，中了中了，没插刀，哎，没插刀，我的天，极限，你掉抽刀啊，这秒，这两刀没插刀，我的天，太对，至少能走一下，别慌，你看，我就拖，我吃你误认我也不怕，我只要不倒，我倒了你不挂我还能起来，是吧？这里边没有传送是吧？这个话。他也前期没打出优势，后面的劣势就很明显。开始接了，哎，这个回身砸板，我的天！这一波基本上是。那就不要讲这话。对，这种问题，我感觉我们一说就出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边少女的祈祷，贴了个墙，放了个词，压住了。哎，这个多漂亮！把枪不能先交了，先交怎么掉了？先交不好怎么样？看一下啊，在这个位置怎么下空？哎，我六百斤弹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然后再直接带走。Oh my god！